上就會覺得自己嘅精力好
食月亮自己，因为你知道你很快就会恢复平衡，因为你知道身体重了几磅，你会有信心在几日之内恢复到理想的体重，你会有信心所摄入的卡路里。好，现在停下来，停下来，闭上眼，闭上眼，感受一下你对食物、对体重所拥有的这份信心，放松。
受一下那种我自己的感觉，感受一下。当你没买信心的时候，你的伴侣或者是你将来的伴侣都会比你更人，想象一下，你每日起身之后，都会有轻松感，充满活力感，做一头做草，然后你会休息一下。Jump back.